在大家吃火锅的时候，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。耶、yeah. ！吃火锅了，直接来一瓶安慕希益生菌啊！好的，保护我们的胃，消化助消化。哎，解辣呀！欢迎大家来到烤全帽民族山庄，吃饭吃饭，饿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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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山庄始建于1986年，致力于经营朝鲜族的传统美食。朝鲜族辣白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饭店的总经理金松月女士正是朝鲜族辣白菜的技艺传承人。这期节目是在延吉还是在山顶洞啊？在黔灵山。黔灵山。又回去了哈，又回黔灵山了，太饿了。所以一会儿你们就能吃到金松月女士亲手制作的辣白菜。别激动啊，没那么简单。别激动，还有条件。晚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朝鲜族经典的菜品，但是，是什么意思？想吃到美食真的不容易。还有，讨厌。请来领取任务卡，扔吧。听指令吃饭，按照导演的指令吃饭，快速反应完成20项指令即为成功。过程中如果产生迟疑或者行动错误，会获一次警告，单人警告3次则挑战失败。就听指令吧。失败就不给吃了呗。失败的话还是可以吃，但是每一位成员如果完成的话，可以获得5000RB。如果你们都完成，8个人最多可以4万RB。哦，这一趴顶着前面3趴了。对呀、啊，看来咱钱不够了，再加紧发了，现在没发多少。先吃起来，饿死了。啊，我们先从程程开始吧。好好，请为程程送餐。啊，我们都看着呀。啊，我们都看着呀。一个一个挑战。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吃是吧？啊，我这刚脱了，刚准备练活了是吧？啊，刚想吃，大干一场。好多鸡的呀！这么多？哇、哦，太丰盛了吧！这么多！哇，好多啊！好饿呀！OK OK。太丰盛了吧，这么多，好饿呀，好饿呀，流口水，你要等到最后哎，都饿饱了，没事，我看着你们吃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你上面有有机农家菜、煎鲅鱼、米肠、打糕、扎参、腌萝卜、辣白菜汤、圆白菜、辣白菜、明太鱼干、4、5家。晕了，完，什么家？4、5家。哦，对，4、5家。啊，你看那俩馋的，你俩尝尝得了，我跟你说。现在哎，我们这儿很饿的。OK。OK， 开饭。OK， 开饭。请听题。吃辣白菜，吃米饭，吃辣白菜。控制欲好强啊，有一天。吃米饭，好香啊！哎呀，吃辣白菜，喝辣白菜汤。警告一下，这就慢了啊。你能不能让我吃点别的？一大桌菜，你只让我吃圆白菜。对，辣白菜、米饭，辣白菜、米饭，喝口辣白菜汤、米饭。你上这么多菜干嘛？还是说你只认识这两道菜？吃明太鱼干，吃辣白菜，全是。辣白菜要吃完了。喝汤，喝汤。哪个汤？对不起。哪个汤？对不起，反杀。哪个汤？对不起。你快警告姚 PD 一次，警告警告，自己想一下那个理由。每次警告给自己警告。
我们所有人，你盯过三次，你 out， 把 RB 全都给我们。都是你十一年培训出来的人，很苛刻的。吃圆白菜，吃米肠，吃沙参，吃圆白菜。嗯，对吗？对啊，警告两次。吃圆白菜。定定一下自己，你再说一次 out 了。哦，你还有机会，现在才警告了一次啊。你也还有机会，是你都被警告两次了，你也还有机会，你都已经被警告两次了，你也还有一次机会哦。吃煎鲅鱼，吐一次，吐。怎么还有这种题？你没有吐出来，我这吐着了。你把那个刺给它扒拉出来，陈晨。哦，吐鱼刺。吐鱼刺，他听成吐一次。我们也听成了吐一次，我也听成了吐出来。吐一次。吐。好，警告我。满了，你三回了，警告。对啊，我们玩了。继续啊。你现在错了一次 ，OK。你还有八个，用勺子拌石锅拌饭，吃一口，吃辣白菜，喝辣牛肉汤，吃打糕，全干一手，喝辣牛肉汤。我一会儿也用手吧。吃辣白菜，怎么辣白菜？喝辣白菜汤，然后吃完了。吃的还挺优雅的，你知道喝一口辣牛肉汤，吃一口打糕有多牛？又甜又咸又辣的。恭喜程程挑战成功，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。哦。然后啥意思？饭撤走？没有啊，你去可以继续吃了。我先玩着啊，按你自己的节奏吃了。Oh my god！ 嗯。请问魏大勋送餐，一样的菜，一样的菜啊，一样。我帮你尝尝口味一不一样。那咱到你那儿你都饱了吧？我饱了。沙参。没关系，姚PD只会说辣白菜的，你就只要看好辣白菜就行。辣白菜跟圆白菜跟米饭。喊开饭，开饭。吃腌萝卜，萝卜萝卜，吃米饭，用勺子吃米饭，嗯，用筷子吃沙参，这么难、啊？你复杂了，开始。用勺子喝牛肉汤，可以啊。用勺子吃拌饭，没错过。用筷子吃米肠，吃辣白菜，吃辣白菜，吃辣白菜，吃明太鱼干。吃蕨菜，吃圆白菜，我爆了。吃圆白菜，吃米饭，塞不下了。吃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，挑半天。辣牛肉汤里有没有辣牛肉？有辣牛肉。我只塞不下了，我只塞太多了，太快了，还是空空让人吃饭，这多不能。等一下，你帮我们翻译一下，在说什么？他在吐槽，说那个这不是吃饭，这叫折磨人。好，吃米饭，吃刺五加，吃米肠，吃沙参，吃腌萝卜，吃辣白菜。恭喜魏大勋挑战成功，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。接下来我们为周深送餐。哎呦，好想吃哦！都一样的是吧？都一样。其实没有难度了，对于周深来说。开饭，把石锅拌饭拌匀。吃圆白菜，吃打糕，吃蕨菜，吃香菇。哪有香菇啊？石锅拌饭里有。哦，拌饭里头有。拌饭里面。
好难啊！已经难度有点升级了啊，难度有点升级了。啊、我估计到白洞那边，这边得拿个放大镜看了，我的妈呀！吃海带，吃蕨菜，吃豆芽，里头，吃鲅鱼，土鲅鱼刺，呵、啊。来无实物了啊，改无实物表演了。有，等一下，快有点时间来。没有。突然感觉像了一个松鼠，你知道。这条鲅鱼没有刺，软骨鲅。软骨鲅。吃明太鱼干，吃石锅拌饭。用筷子喝辣牛肉汤，完美诠释，还有表情，完美诠释，真的是。这到后边主要靠演，我发现。吃拌饭里的米饭，吃胡萝卜，拌饭里的胡萝卜，没有胡萝卜。拌饭里面有胡萝卜，你让人拌匀了，然后再一个个找出来，确实有点难。太难了，这个。很遗憾，周深挑战失败。哎。很遗憾，看着我跟姚PD关系不是很好。给你出这么难的题，怎么回事？请为 baby 送餐。baby 等了很久了，感觉势不可挡了。这不太一样了，怎么感觉？一样，不一样了。完全不一样的一堆菜，我没有石锅拌饭了。哇，这土豆饼我好想吃。哇，我好想吃那个饼。我再玩一次，我上去那个了。baby 的餐里包括了高粱饼、金达莱饼、土豆饼、绿豆饼、泡菜饼、黄牛王排骨汤、山野菜酱汤、辣牛肉汤、明太鱼汤、海带汤。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饭不香了。以及。零蔗糖原味蓝莓味的安慕希，我记了半天，我在到这儿换菜了。开饭，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安慕希，喝一口原味的安慕希，吃泡菜饼，吃绿豆饼，吃金达莱饼，吃土豆饼，山东的好吃，吃辣白菜。喝海带汤，喝排骨汤，吃苏子叶咸菜，配一口零蔗糖安慕希，配一口零蔗糖口味安慕希。这个融合，安慕希说我又有新点子了，好好喝啊！吃海带，管全，吃海带，管全，为了赢也可以，拼了。喝排骨汤，喝野菜汤，喝辣牛肉汤，喝海带汤，喝辣牛肉汤，吃明太鱼干，吃泡菜饼，吃土豆饼，吃金达莱饼，喝辣牛肉汤，喝海带汤，无无。对了吧，已经。这老金主，我告诉你。恭喜挑战成功，赢得了5000RB的经费。还得用手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晨哥。晨哥，你刚刚有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，不由自主的。我只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。他一直在吞咽。血糖没事啊。我的脑花儿都谢了。为晨哥送餐。不会又改了吧？哎，也是这个。哇，好好吃啊！高粱饼、金达莱饼、土豆饼，你肯定没问题。好了，你就开饭吧。好了，来吧，开饭。把葱撒到排骨汤里搅匀。哎呀妈呀！喝一口不带葱的排骨汤。啊？啊？对吧？没事儿，只要不要喝到葱就好。哎呀！吃绿豆饼，对，用勺子吃金达莱饼，用勺子吃饼，
吃一口辣白菜，吃沙参，吃米饭，吃海带，吃米饭，必须上手，吃海带，吃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吃米饭，吃排骨汤里的排骨，吃米饭，用筷子吃明太汤里的明太鱼，明太汤里的明太鱼，明太汤里的明太汤里的明太鱼，哪个是明太汤啊？那是明太汤吗？明太鱼汤里的明太鱼，明太汤，那鱼字儿得给丢了，明太汤。喝蓝莓味的 MC， 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 MC， 喝一口原味的 MC， 吃辣白菜，配着葱花吃辣白菜。那有点心酸的感觉。这你摁那个，我吃对了。配着葱花吃辣白菜。我刚才就是嘴里有辣白菜，然后把这个葱花倒进去了，在嘴里搅拌着。你没看网上吃烤鸭的吗？把饼放这儿了，这不异曲同工之处吗？好，这个警告不算啊，不能算啊。吃一口排骨汤里的葱。最后，请晨哥佐以美味的安慕希，令你的这餐晚饭更加的愉快。嗯，浓浓的超好喝。恭喜晨哥挑战成功，继续为团队赢得了5000RB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为沙哥送餐。又换了，又换了。我刚把这几个记住了，又给换了，我的妈呀！完了，沙哥全是菜。这咋给整的减肥餐呢？哪有减肥餐啊？你全是咸菜呀！你这都是肉，那有牛肉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啥呀？辣椒、大蒜。这啥呀？大酱、辣椒酱。巷子洞，巷子洞是什么呀？你八爪鱼，看起来很不错，把你尝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我看，苹果梨辣白菜，辣白菜分好几个呢。沙哥很好吃。你的菜都很好吃，不是这个一看就是用什么桑叶包一片肘子，用桑叶包个蒜蘸一下酱。那个明太鱼应该挺好吃。这几位给我留点啊，几位，这那一会儿没了。哎，这蒜很好吃。这个好吃，我觉得。这几位，我的妈呀，上这儿来解决晚饭来了吗？八爪鱼你就别念了，导演，基本没了已经。你这最好吃，你这最好吃，我这最好吃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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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啊！我第一回吃饭还紧张了，我的妈，有点紧张啊，真的有点紧张。开饭，请听题：拿一片生菜，放酱肘子。哎呀，那五花肉！哎呀，迟疑了，没迟疑，没迟疑。叮一次啊，太慢了。放一片泡菜，什么泡菜？你得说清楚什么泡菜。我有两种泡菜，一种是原味泡菜，一种叫苹果梨泡菜。放一片辣白菜，哦、辣白菜，包起来，手都哆嗦。蘸辣椒酱，喂给晨哥吃。早说呀！我给擦了手了啊。我想换个座子。拿一片苏子叶，放一片辣白菜，旁边的苹果梨辣白菜。到现在他一口都没吃呀、啊。净给别人做料理了。都给别人做下鱼了。用筷子吃一个辣椒圈。终于吃上了。吃一口辣八爪鱼，那个很辣。那个辣八爪鱼可辣了。谁整的？吃一口辣白菜，放一片辣白菜，放一片旁边的苹果梨辣白菜，放辣椒圈，放五花肉，放蕨菜。别哆嗦。别哆嗦。怎么在抖啊？放不了了。汪汪汪！喂给张旅客吃。啊，他这咋比我呢？你半天一口肉没吃着吧？我刚吃全是辣的，我多想吃口肉啊！
我就想那口给我自己解解辣。大哥现在嘴里已经辣的要喷火了。拿一片苏子叶，包芥豆腐，放一片桔梗，放桔梗，桔梗，桔梗。一口没吃上，然后还失败了。没事，这回你能光明正大吃了。我们继续把这个包完啊，放苏子叶咸菜。在我这儿呢，请。对呀、啊，我这里没有苏子叶咸菜、啊。你得找啊，还要上别人那儿加吗？这个。哎呦我。我要不要上那款一个石锅饭去呢？款成石锅饭回来。石锅饭都下有了。我从吃饭到要饭了都。好，恭喜沙哥。哦，没有，对不起。打到要饭就赢了是吧？很遗憾，沙哥挑战失败。我先自己吃口肉啊，先吃口肉。现在为张凌赫送餐。不会又改没变吧？跟我一系列没变。辣白菜汤、米饭、萝卜。白鹿，饿吗？饿，我一会儿就这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指不定哪个就送到我嘴里了。来来来来，开饭。请听题：拿一片生菜，放腊八爪鱼，放酱肘子，放辣椒圈，一起包起来，蘸辣椒酱，吃掉。吹口哨，我懂了。还有这趴呢？又来个不会吹口哨的。拿一片苏子叶，放牛肉，放蕨菜，放牛肉，放蕨菜，放煎豆腐，放五花肉，放辣椒圈，蘸辣椒酱，给旁边的白鹿吃。该那个，太像了！我的妈呀！吹口哨，吹口哨！你吹口哨就行，对，白不吹口哨。好，继续啊，吃米饭，用勺子吃辣白菜，吃煎豆腐。吃辣八爪鱼不许有表情。什么别不许有表情。你这特别看那么像羊驼。好，恭喜张凌赫又为团队赢得了5000RB。接下来轮到白鹿。嗯，我们一样的。来开饭。吃巷子洞。拿一片苏子叶，放蕨菜，放牛肉，放煎豆腐，放五花肉，吃一口泡菜，吃一口泡菜旁边的苹果梨泡菜，吃泡菜，哇，吃苹果梨泡菜，在紫苏叶里放一片苹果梨泡菜，包起来，蘸酱，蘸紫菜汤。吃掉，吃掉，太狠了，塞不下了，咋办呢？就说他后来比咱俩之前的难，感觉太狠了。你整的我们都想都躲。一次警告啊，还有机会。好，来，用筷子吃一口煎豆腐，用筷子吃牛肉。刚才你一笑，那牙都是绿的。绿的，是这样。那也是。我在这一轮还有形象可言吗？这一趴好像都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。吃一口辣白菜，喝一口林蔗糖口味的M7，吃口辣白菜，拿几片苏子叶，吃掉。你的牙可能一直得是绿的，赢了吧已经？恭喜白鹿挑战成功。耶、yeah!！恭喜大家在刚才的挑战当中，一共有6人成功，为团队总共赢得了3万RB的团队经费。恭喜大家！是谁两个没完成啊？
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安城少消费点呗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馕是新疆的传统美食，不仅美味，营养丰富，而且保质期长。在新疆有一句话是说，宁可三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馕。馕在新疆各族人民的饮食结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，他们这个家里面就有一口馕坑。大家面前的这些馕是主人们刚刚为大家烤制出来的。吃馕了。而我们的甜芋芒果口味安慕斯酸奶也全新上市，每包添加20克芒果燕麦果酱和6克蛋白质，美味超有化，这也是它的新品。下面我们要进行的这项任务就跟馕有关，大家任意给你的一位亲友打电话，打电话时候要一边吃馕一边喝安慕希，直到对方问出说你在吃东西吗，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奇怪这一类话之后，电话就必须停止了。最长的通话时间只有100秒，吃的越多的排名前4的成员可以获得 MC 小黄金。啊，意思是谁吃的最多谁就赢了是吗？应该是，就不要被发现啊，悄悄的吃啊。哎呀，我打给谁呢呀？没什么朋友。这个对象很重要。对，要是找了一个反应特别快的就完蛋。你想一想，这个人很重要。找谁呀？谁开始了？哦，上来就打了。沙哥已经开始打了。这么狠的吗？直接开始了。我是一边吃馕也要一边喝安慕希。喂，干嘛呢？我现在在外面旅游。我现在在外面旅游呢。在哪儿旅游呢？你在吃东西吧，你在吃东西吧。秒杀，这叫就输了。对，这样就失败了。我们俩只是给大家做了个示范啊。是的，大家如果思考好的话就可以开始了。我找了张大大，那我打了。喂，宝贝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正在工作，现在跑出来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想找你闲聊一下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闲聊啥呀？说呀。好吃吗？这馕好，这馕好啊！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你想听童话故事还是别的故事？想听一个关于吃的故事。我想听童话故事，就是很可爱的那种。就认真。很可爱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曾经有两只小狮子，它们生活在森林里。真的在讲故事。然后一只小狮子是橙色的，另外一只小狮子是绿色的。有一天，它们慢慢迁移去了更大的森林里，就发现了很多很多橙色的狮子。绿色小狮子就和其他狮子不一样，它觉得为什么所有的狮子都是橙色的，只有我是绿色的？它就觉得很自卑，和其他狮子不一样。谢谢你。你觉得我怎么样才可以变得最美，然后最出？那我觉得你只有把对你威胁最大的女明星让她失业，你就可以变成最美最出彩那个。你觉得谁是对你威胁最大的女明星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目前能对你造成威胁最大的人啊，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。还带抖包袱的呢，我要自己把自己消灭掉吗？你要是自己不自信的话，谁都可以是你的威胁啊，对不对？那沙溢哥也会是你的假想敌。女明星，你只有整个人自信起来，宝贝，你才会成为真正那个最棒的她。好的，宝贝，好的，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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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成了宝贝，宝贝。我在盲猜，应该是要边打电话边吃东西，然后边打电话边吃东西，然后吃到什么第一名。说了，说完了。你不能猜出来我在吃东西。我不能猜出来你在吃。没事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很久了。对 ，B B 姐都快撑死了。对，你再不说出来，我就要炸了。再见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这个其实是比食量。我吃一个真的有点顶。会噎吗？会噎。喝点奶就好了。跟我来啊！哎，小南，咋的？喝刚这点就喝了？喝酒了？啊，一夜，我这还得再过2分钟才开始。过2分钟开始？没事儿，打个电话看你干啥呢？想我呢？干啥？想呢？想我就直说。啊，嗯。
你觉得我这人咋样？你这人怎么说呢？这人，这人是没得挑啊，那又行。然后头发少，然后现在就发福。完了，电话挂了吧？说的。谁呀？这是。哎，陈哥。陈是哪辈的？早上陈哥。可以去捣乱吗？啥都错了呀。Hello， 南哥。哎 ，Hello。你猜我谁呀？哎呀妈，不是呐。那你猜一下，沙哥在干嘛？吃饭呢，到点了。我没吃饭，我没吃饭。有这个了。你可拉倒吧，那个嚼吧嚼吧，我都吃了。这啥？几点我就吃饭？我没吃饭。你嚼吧嚼吧，不是在吃，嚼吧不是在干嘛呀？沙哥，不能再吃了。哎。有事儿啊？啊。妈呀！挂了啊。那我重说行不行？重说啥去？还是告诉重说。你别吃了，沙哥，我要看你吃了多少。不会不会。哇，那你就等于没吃哎，沙哥。没吃。这感觉吃的太少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露丝打了，露丝打了。没接的话怎么办？没接的话你就把他拉黑。我爸爸。喂，爸爸。哎，女儿。哎，你在爪子？我在打麻将。你打麻将啊？哎。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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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服。我在录节目今天。哦，好。录吗那边？今天赢了吗？输了吗？输。熟了，熟，香不香？哎呦，啊啊！喝点水，别噎着，自然嘛。你爪子哟。叔叔你好，我们是露丝的朋友。那个，给你打招呼，你不欢迎下人家来成都那些啥？啊，好好好，我知道。你知道这是成都的口音吗？你不是你要欢迎一下他们来成都玩呀、啊？是啊，到成都来，爸爸都给你们安排我们到峨眉去玩几天啊。叔叔，叔叔，你觉得他在干嘛现在？他不是在录节目吗？看出去又不在我身上，正在搓麻将。你觉得那他现在除了录节目这件事情还在干嘛呢？你猜？他肯定在吃东西，我听他嘴巴啪叽啪叽的，啪叽啪叽的。你这样很容易一会儿就是每个人都直接问我。你电话拨通的那一瞬间，我就在那里说。周深在吃东西。我要退出。拜拜。啊，露丝吃了多少？目前领先的是 baby， 吃掉了一整片囊。这个我觉得没无人超越了。来，那下一位谁来？我打给郭艾伦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我打给郭艾伦。喂，怎么了？这恭喜你啊！这不是得了那个总冠军嘛，对吧？别闹了，哥，都800年前的事了，多少个月了？那我也得跟你说一声呀。哎，你在国内的吗？我在国外的。听出哥哥是谁没？艾伦。我谁呀、啊？我是沙哥，我是沙哥。沙哥，你没有录跑男是吧？对，我们在一起。哎，你这是？你大哥，你啥时候教我打篮球啊？大哥，我能不能跟你唠唠？我跟我 baby 姐姐唠唠。你是我兄弟吗？你就跟你田哥说吧，最近那嘴都烫肿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吃啥呢？吃啥呢？完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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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输了，我的游戏规则是，只要你听出来我在吃东西，我就输了。行了，人不想跟你唠。对，这就是规则。下回教我打篮球呗，我最近投篮可准了。行了，晚点说啊，我先挂了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好训练，争取取得好成绩，为你加油啊！好嘞，拜拜。陈哥吃了多少？哎呀，那就我们这边四个了，坤儿已经在打了。
哎喂，喂，怎么说、啊？干嘛呢？啊？你那股票涨了没有？我两只股票都被关进去了。唱首歌听一下呗。唱首歌？听不清，听不清。唱首歌听一下。我旁边，我旁边有你最爱的大飞牛。哇！你唱首歌。五万块啊！这是我的，你粉丝，你粉丝，你看大黑牛来了。哈喽哈喽，你好。你好你好。那个吃饭了吗？还没呢还没呢。这到点了，这是开差不多快，还没吃呢，坤儿都吃半天了。饭点了是吧？好激动啊，好啊。坤儿喜欢吃什么呀？平时？他喜欢吃辣的。这朋友找得很好哎，都给他点到这儿了，他都不想说。对，你得让他说。你自己，你为什么在跑男团里面最喜欢的是陈哥呢？帅啊，帅啊！忠实观众，忠实观众，我走了。你这兄弟太好了，你回头推个微信，我回北京见个面啥的。哎，你现在得到了大黑牛的认可，他要请你吃饭哦。太开心了，很激动。唱首歌，快唱，最后十秒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这哥们说，有点太好了吧？太配合了。好，时间到，回去再聚啊。话题。拜拜。这么少。我感觉我会吃到你明天。吃多少？也是吃了一块。我跟肖刚老师打吧。哎，张老师，咋了？没事，想起来。这不像你的风格，你不会想我。我现在跟孙在一块，然后你现在吃的东西呢？你现在吃的东西呢？好警觉哦。谢谢张老师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一定录着呢。没想你，再见。旁边周深的笑声。没事没事，你刚才一点都没有给墩墩面子。好，谢谢张老师。哪里？拜拜。不要再吃了。多多多多。一块棒吧。吃了半块。我来了。我打个试试，可能不会接。我估计不会接。因为他一般都是秒回，如果没有秒回我的话，就不在手机边，那应该就是接不到了。不接，再打两个。我想到一个人，不过我今天打出去的电话都不接吧？你打给的是谁？郑恺。哦。哎呦，聪明。可以啊。这个时间点，凯哥也不接。但是凯哥贼聪明，就看配不配合了。我现在已经打了两个人了，两个人都没有接我电话。路，路，来路啊，来路啊，打给我，转50块钱打给我。要不你多尴尬，你说。喂，宝贝，你干嘛？我在拍照片。拍什么照片？我在杭州拍风景大片。你跑杭州去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来旅行，和我爸妈，怎么啦？谁啊？虞书欣。哇哦！哇哦！怎么啦？没有，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。你怎么声音这么 man 啊？哎，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去横店？7月底吧。行，等你过来。哎哎，你跟哎我那个昨天。你嘴巴也在吃什么？谁笑得这么疯癫？什么东西？周深，周深。Hello， 星星子。飞不飞？你在杭州啊？我过两天去杭州。跟我玩呀！好呀好呀。你们已经在录了吗？我们在录着呢。对你上节目了。我上跑男了。我终于上了。拜拜拜拜白露吃了多少？这个游戏有开始过吗？好了，我得罪了这么多人也该儿子啊。
啊，他给你设的。你打给谁？郭麒麟。喂，你在干嘛呀？录节目呢吧？录节目呢吧？你在干嘛？就是我们这边在征集一些故事什么的。好，征集故事，我正工作呢。啊？那怎么接电话？休息啊，这不是刚拍完一条，这会儿跟这儿等着人家那个换机位吗？这么巧吗？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，就是那种，有趣的故事？你怎么的？刮胡子的是怎么着？对，你说一下你有趣的故事吗？我的哪个故事没有趣啊？哎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你的这个铃声是什么时候设的呀？我这一打过去就是被您叫儿子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父慈子孝的这么一个铃声，我就觉得一听这个就我心情愉悦。那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让你爸爸打个微信电话，一听就是儿子？喂，哎，我。喂，怎么你掉井里了是怎么着？信号这么不好？喂，怎么回事？老说的一头雾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婶婶，现在你是被绑架了？然后你再说一些个很怪异的话，希望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主调。好，你笑什么？怎么了？吃饭呢？吃饭呢？好，谢谢你。我直接拜了，好了。我们的朋友都是沦为了工具人。工具人。啊，现在知道多少？我认识最厉害的。不到一块。恭喜 baby。晨哥、坤儿和周深，你们四位在金像用当中可以获得我们的 MC。现在是下午时间6:30，距离你们今天任务的截止时间还剩1小时54分，任务卡就在桌子上，请大家读取一下。义气吃西瓜，限定时间内七人接力吃完一个大西瓜，从第一个人开始觉得吃不下了就吹口哨，然后把西瓜盘子传给下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需要吃完所有的西瓜并吹响口哨。我不会吹口哨，怎么办？我真会，你们不早点说，这么会，吹老多东西，吹气球也不会，吹口哨也不会，吹牛。你们不早点说，一路吃老多东西了，真的吃不下。200秒的时间，大家要接力吃完这个西瓜，如果没有吃完的话，就视为这一项任务失败。加油！干瓜人走起！来吧。不要挑了，直接吞下去。我就直接吞了，对。来，再吃。可以了。我觉得他有能力，可以多吃几个。哇，周深好棒啊！周深好棒啊！你还吃吗？可以。你还吃？还可以吗？他哪儿都不吐。哎呀，有点流口水啊！哪儿都不吐。你好厉害呀，周深好厉害！等一下要吹口哨，他吹了。口哨。快，现在多少？吹不住。现在已经40秒了。哎，我要吹不住口哨怎么办？你做个趋势，我给你配音。三。快点，快，快，有点大。快！要响籽儿了，就咽，对。想籽儿了，他说只能这样了，你还得找你籽儿。最难的吹口哨，多少秒了？现在已经1分15秒，得剩一个下一个。我觉得赶紧给我们吧，没时间了。他在榨西瓜汁。哎呦我去！他在榨西瓜汁。我刚。
我刚才就怕你。白鹿，不要再炸西瓜汁了。新白鹿牌榨汁机，来给。已经过去九十秒了，快快吹！拿过来，九十秒了，朋友们。吁是什么？吁了，可以了。我们俩能同时吃吗？不能。那我能把这盘子拿过来一点吗？可以。那你吁。那你吁吧。再给你俩来，行吗？这两块给你也行吗？嗯。不行了。吁吧。到我这好像全是大的。手别抖啊。多少秒了？120秒。120秒了，还剩80秒了，我还有80秒就结束了，晕吗？晕了，晕啊！这算晕吗？快！他不会吹口哨，快！你那往外头，厉害！快！你看晕吗？快点吃完这块可以晕。大师哥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这么努力啊？等一下，没有吹，等一下，没有吹。被你咬了一半，你快吹！哇，那个大的这么大，早知道我吃大的了，朋友。可以，还有多久？加油！贝贝姐吃不下，可以晕了，晕了。晕了，吃不下可以晕了，晕了，可以，没了我都。哎，咬一口鱼，赶紧吃了就虚，快！好厉害，沙粒也厉害了。过时间了吗？3分44秒。完了，过了220多秒了，我们。很遗憾，大家在这项任务当中用时超过了200秒，挑战失败了。所以我们最后这个任务地点是需要大家从两个任务店当中进行选择，一个是沙漠里的沙雕区，另外一个是沙漠里面的冲沙区。啊，接下来是实践题，来请上道具。一碗面大家轮流传，然后依次夹面，比较夹出来的这一根的长度啊，面最长的积一分。哦，明白。那从娇娇开始。我还以为让我吃，我吃啊，谁还能吃啊，对吧？这一口就没了。开始了是吧？好，来开始。行，就他吧，不能挑了。嗯。哟呀！不能转，不能卷啊！不能卷，那完了。哦，可以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。加油，巩立姣！巩立姣开始发狠了。哎呀，还不舍得呢。你看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肯定了，肯定从中间断了。我跟你，今儿我发现你这扔铅球，你这万力真是。嗯，行了吗？行了吗？行不行？你再不行，你自己衡量。再不行，一会儿碗都给你提起来。我们不想让你行。起根，对，在下面。哎，预备，滑动，出手，漂亮，巩立姣，漂亮，这是一个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的成绩，70，好，70，那不是越到后面越吃亏吗？越得意也越到后边，不一定，因为剩的多，他都可以看到哪个，都断了。
那也有你有可能夹的就是断的那个，也有可能夹到了一根更长。哎，你这是带钱包了？我该我请客，真的。那咋了？他一下就断了。慢点，这游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太快了。咱得好好给人打个样，我觉得。嗯，那你这么加，可以，也行、啊，也行，可以了，有了，40。哎，我们夹的不是同一根吗？刚刚，40多，42。哦，咱俩一看就是一个年纪的。按实际岁数加的，好，下一位。结果发现郑恺加上一葱花。哦，好香啊！郑恺不会用筷子。这不是会不会的事儿，这个要慢工出细活，知道不？不能着急。不能着急。对。哦，你现在已经超过我们了，你别最后像老秦似的。你看，在。好开心啊！有人陪你了，有人陪你了。我俩是不是还得对，还要 PK？ 做人嘛，不能太贪心啦。谢谢哥，谢哥。baby 有成绩就行，是按什么那个按年纪加的，是不是？有成绩就行，真的。这么稳，对，这么稳够了啊！按年纪加的，我这估计也就差不多吧。啊，不是二十就十八，20行，23。按年纪加的，那娇娇你这个。哎，这更小，这有个3岁的，快点。5厘米，5.5。你们做人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好不好？不是按年纪算的。01，要有点跑男精神，加一根比70长的。人家作为运动员，咱们也是，对吧？你别听这个老人家在忽悠你。那是我学弟好吗？我们俩一个学校。师姐，对，是吗？体大，对，体大，对啊。你体大的，挑战一下师姐。对，必须挑战。75。75啊，至少75。慢点，别着急。对，你让那根稍微回去一点，它还能再长一些。还有场外指导的。对。哎，哎呦，这拉的这么长啊！还有呢。这么长，再回去一点，再回去点，好嘞。那个你师弟啊，以前是学跳舞的，有点懂啊。好的，第一轮结束，然后我们前面没有成绩的三位，恭喜你们进入第二轮的复赛。复赛，对，三个一起。现在夹的可不是年纪了哟，不是，他有点坨了，然后更难，他现在粘在一块儿了。对，看你们三个谁坚持的时间长。走，01，走，我学弟赢了，又赢了，我学弟。走，你就停在这儿，完了，01出局了，快，差不多，赶紧断，差不多出局了，差不多，断，01出局了，看你俩谁能坚持，断，小心，走，好，夹断，可以，好了，老秦有成绩了，郑恺，你小心功亏一篑，哎呀，可以，年轻人还是心急啊。是娇娇70厘米，现
在是有两名成员是没有得分的，然后你俩需要加赛一轮来决定谁来付钱，然后你们可以选择是再比一轮夹面的长度还是抢答题。夹面吧。夹面，那我们就再上一份，就把交给命运是吧。对对。好，来挑战开始。咱俩别夹一根。然后你俩夹的同一根，那有意思，那精彩。对，现在进程差不多。哎哎，两个人旗鼓相当。咱俩去哪儿啊？要咱俩去对面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看谁举得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咱俩可以站椅子上。你俩都一米八多，我这怎么劈叉了呢？哎呦，这拉的这么长啊！啊，这个刚煮出来，刚煮出来好拉，它筋的。完了，还得再往上站。上上，扶着点，扶着扶着扶着来。上上上上，哎呦，哎哎哎，还有呢，这么长。哎哎，临沂结束了。Yeah. 好，临沂获胜，恭喜秦老师获得了买单的机会。谢谢谢谢秦总买单，谢谢秦总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算上我们在游戏里大家吃的这些面啊，共计2890元。接下来是付款时间，请你掏出手机。你来的很快呀、啊，认真的。哎，给你们送幸运草，还有面吃，又来了。亲爱的陌生人，你好，你们去吃牛肉面了吗？其实除了牛肉面，我们还特别想念另外一种好吃的冻梨。黄河边上有一片古梨园，春天这些300多岁的梨树一夜花开，最好吃的冻梨就是用这些黄河边上的梨制作而成。我喜欢化了一半的感觉，沙沙的口感比雪糕冰棒还好吃。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来碗热冬果梨很快就好了，不知道在你们那个年代古梨园还在吗？真希望你们也可以尝尝我们的冻梨。此致敬礼，兰州市民马先生。冻果梨，冻梨，冻梨，冻梨。对，正好去吃个甜品。哎呀妈，这老好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，谢谢。是真好吃，吃光了。来，准备好。3、2、1，好。老沙，请大家吃牛肉面。150碗豪华顶级牛肉面，钱都付完了，随时去吃啊！心在滴血。沙溢请客啊！今天豪华套餐免费吃，啊，热宴免费吃，啊，来派对派对派对，沙溢请客，啊，沙爽来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从来没遇见这么好的事儿。谢谢沙溢，请吃面。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视频，观看更多节目。